是粉丝福利时间，然后我已经看了很多封了，眼睛有点疲劳，刚从医院回来。首先祝徐总开机大吉，本来准备去横店看您开机的，奈何考研发挥失误凉了，自然也没法去横国了，只能提醒祝你开机大吉，希望顺顺利利。没关系，考研不成功，将来还有很多机会。不知道你办不办生日会，所以生日快乐一并说了，主要是写了太多次信，实在是没得祝福了。总之祝您生日快乐。生日会办，我3月5号不就去北京吗？跟你们一起过生日。中场休息一下，我先吃个药。喉咙发炎，还有眼睛发炎。再读一封啊，徐凯老师，我上次来横店的时候，你欠我的球什么时候还？明天，你这个谁的字啊？写的比我还有精髓，真的很难看。球还是要打的哈，这一次也看不了开机，我也念出来了。虽然写的字很丑，凑合看吧。最后祝我们徐凯老师开机永远开心快乐，拍戏加油。